那我猜没事，这把我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一打五啊，真正的男人。哦，我不跑，我知道他们来了，我不跑，因为我一打五，给大家展示一下什么叫一打五。一榔头，一榔头，一榔头，一榔头。叮！我被他沉默好烦。一榔头。哎呀，沉默我浪费了好长时间的 Q， 这个沉默很恶心。现在我们团战很好赢，舒服，因为我的输出很爆炸啊！你这波啊，我马上到，好，我到了，我先给个 W， 不能进去，要写到秒杀效果的时候我们再进去。溜了溜了溜了！我落地之后第一时间是什么？隐身，这个东西很重要啊，隐身很重要。好，没有一，好，队友上了，我们跟上，好。队友垮了，十，哎，你看这手定得很舒服，等我技能好了再十，跑不了，怎么硬换，换不掉，怎么样，翻皮水啊，无所谓啊。好，这波我 TP 来丢雷做人，往我这边跑，往我这边跑，我很凶，我无改。你这个小老板，这后面嘛就贼啊，又智盲，又是又是智盲，又智盲，没输出，智盲。我、啊、不打了，不打了，打团打团搞不起来，动不动动不了。虽然我很猛，但是这个这样的确有点嚣张啊，其实也跟我们证明了一个什么，英雄联盟没有可以一打五的英雄。啊，没有啊，这边有个女警，好，我很肉的外圈刮一刀斩，没事，我感觉可以走一走，吸血，吸一波血，吸到了，很棒，然后拉 AJW 在外圈刮一刀斩走啊，我能够，不要以为我会死，我肯定死不了，我这一丝血我直接就反劈他，我猪死一刀斩，怕过谁？好，要打一打了啊！这波我不走，故意不走，就是要你们见识一下武器在后期的威力。武器在后期的威力是非常恐怖的啊！你看，我们照样敢打，哎，我们照样敢打。好，翻皮水的翻。但是呢我们很灵活，哎，给他个惩戒，哎，你看对吧，搞得他们孤心烦躁，哦吼，好，搞了他一个闪，对啊，好，顾伟挂上之后给一小兵一榔头，两榔头来大吃他，吸血枯萎，吸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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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Day two， 开大吸血，吸血，随他，随他，随他走位。枯萎。Day three， 然后先拉开塔，闪现不敲了。枯萎，一榔头，没事，先撤，给他挂个枯萎。哎，吸血。一榔头。哎，谁不挂我靠？这边不能走，这边走要被塔打死。很烦，他这个有点凶，不怕。不虚的，我现在可以一打三，我有疾跑，只要我触发血怒都得死，我们先躲一下看看能不能阴到我。哎， A 卡位 AJW， 哎，要卡位，他要穿兵给他穿，无所谓，外圈刮没事，你大任你大，我有走位，走不了没关系，我有拉。夏虫也为我沉默，沉默是今晚的炸火，控制还挺足的，对面好，我们先 A 他缓速 AJW， 没事，哎，没事，这个有闪现先拉一波，啊，我靠，他怎么还有大招啊，我这波没舍得交闪，
哎，他这个还有大招，很烦，这波只能说阻止他们打龙了。哎，招全部放在我的身上，再给我一。